熟悉的地方。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夏威夷的 Costco 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。夏威夷特色花衬衫，感觉下一次可以先来了搞一件。它会卖各种日本的茶饮料，这是夏威夷特色的，它是用芋头叶包着的烤猪肉。这不是 poi 吗？你要吃吗？薯片也有 Costco size 的大包特色薯片。它的乳酪蛋糕是36口味。又发现了一个我们不卖的东西，就是冲浪板，还是 Nike 的呢。还有丹麦家具。最后一家酒店位于瓦基提闹市区的 Lelo 酒店。哦，还不小呢。是挺闹市的，这个酒店有一点像宿舍楼，楼下特别的热闹。太阳还没升起来，我俩又要出发了，我们要去恐龙湾浮潜了。看前面的朝阳也太美了。我们进来了，要在这交钱是吧？我们一会儿就是要下到这个下面去，已经有人在里面了。恐龙湾我们来了。珊瑚礁，这都不能带走哦，只能看一看。心满意足的离开了，太爽了。这块也太美了。这是我们昨天在 Costco 买的，巨好吃的大虾，大虾票巨大。它上面加海苔碎，这是昨天的 gift basket， 就是我们的。小鸭子，我以为是他的刘海呢。我们现在午饭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龟丸拉面，但他每天排队都排得特别的长，所以我们是在网上点单然后去取的，因为我们酒店就在这边的这个楼上。是不是有点像那种自助似的，随取随端，就是走得很快。这是一份面，然后外加了个温泉蛋，这个是点的天妇罗，还有一个辣酱，它叫 Fireball special sauce， 龟丸拉面。哦，他们叫丸龟好像是。我们点的是就最标准的牛肉的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不一样的好吃吗？还是不值得排队的好吃？不值得排队的好吃。就当他刚才特别得意的给我展示他的金色小包里有一双平底鞋，他就是自然见解了。便利店。蓝色牌子的，就在前方。看看它的雪糕，总看国内逛雪糕店，我们也逛一逛。咦，当当，你看这瓶水，它耸肩了。再教大家一个小诀窍，我们现在是在这边特别火的那个吃 Atabo 的店 Coffee Shop 那边永远要排长队，但是你在 Wine Bar 就不用排队，吃的是一样的。嗯，晕了。然后它是巨香，然后这个是加了酸奶的，然后下面是有一整个木瓜，半个木瓜。我觉得主要是当地的水果好吃。你说它的 Atabo 有多特别呢？它就是跟 Costco 买的一个味儿。大家晚上好呀，当当去参加婚礼了，接下来就由我来带大家逛一下傍晚的夏威夷。啊，原来黑眼睛在这儿，那这个位置也挺好的，之前我们还想去这儿来。哦， here we are。 啊，好多好吃的呢。哦，这边是水果，买了这两个当当爱的瓜板，就是36，下面一种我们没吃过的水果，就是这个。嗯，我想过马路南梁街对面的海上海旁边去吃。好了，我来了，看着大海。你们知道这个水果的味道像什么吗？有点像东北的冻梨。太阳这么早就要落山了呀！好可爱的 open 哦，傍晚的维尼。再来一次 ABC Store， 解决一切难题的 Store。你觉得这个 Store 怎么样？
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来这边买这种小包的夏威夷果，如果你不确定你是不是爱吃的话，这里甚至还卖泡面，这边有好多饭，我准备挑一个，还有小包的虾片，早知道就不在 Costco 买了，它这个种类更多。Hello， 我回酒店啦，我现在要在泳池边坐着，把我的晚饭吃了，一个热热的饭团，还有一份虾，还有水果。都没有人，只有我自己。今天最后一天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听说西雅图周二下雪了，然后我们躲过去了，但是希望它周四路面是 OK 的。那夏威夷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